但是可以倒放当他的站位，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小鸽子他比较不懂爱惜，他把那个这个他的圆形的食槽弄脏了，我看着就不喜欢。你看他有时候会踩进去呀、啊。可以单独调配饲料，多寡，或是能内容，这样就可以调整。有时候你不一定，你有些可以吃这个，大概就是5:5的，或者是6:4的，就是清除跟那个营养混合，也可以单独喂营养。就跟对每一个阶段的需要自己去调配。那你吃这个的话，你不要弄到全饱。全饱，第一个它有时候它单独吃，它不会全部吃，你东西比较容易浪费。那有些比较就可以收集起来。但我